是西西斯洛里的班主，我们现在在芬园的樱花林，然后现在是樱花季的活动，然后我们走在樱花隧道里面，然后在这边非常多人来取景拍摄，非常漂亮。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樱花林的感觉。然后后面有一群年轻人在拍照，它的园区其实还蛮广大，这边还有停车场之类的。啊，不过樱花超美的哦。现在是刚好那个二月底三月的时候，然后刚好是和金樱的那个开花时间。嗯，给大家赏一下樱花。如果大家有空到那个芬园的话，记得来这边赏花哦。那美丽的樱花下，跟大家说拜拜喽，再见。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 City Story 的频道，我会出更多更多好看的影音给大家。